相信。安琪，自由赛，我被凶早就已经龙家散体了，注定爱衰败，这是事实，你想要接受？啊，若无，乌云金拢已经落去啊！你若唔听嘴，唔交出来，你就是自找死路。那呢，乌云金你这条命就白白死去了呢。这是乌云金吃拼死命保护的物件，不管那条勇士是不是会当走过这个危机，阮爸是不是会当重新振作起来？你只会为非三种，歹心动野狼，你一定要选择精彩。我昨天无可以教好你，都会我死。早囡仔，我无想要伤害你，我能跟你斗三工的到这。是安怎要安尼对待我？我刚才差一步命，就当成功拍到陈忠信啊！是安怎要害我直接就失败？我坚持这么久。最后，还是我投诉给我的家，爸妈、是你，我让你失望了。哥，以后爸妈就拜托你了。唯有咱的幼嫂，我是无法度做到够的。我真正做不到完的，做不到完。你讲。这包包是你恰好在现场找到的，无唔对，就伫咧几点钟前啊，伫咧滨海公路有民众通报发生车祸，有看到一只自用小客车啊，向着悬崖的方向冲过，然后阮赶到现场的时阵，阮判定这只车一定在山坎啊。
顾敏。安琪。安琪。安琪，无你所讲。我老顾敏啊，杨队长讲话是车跋落山脚嘛，不是人跋落山脚嘛，对不？有可能是别人的车。啊，虽然现场发现这款物件嘛，不会变得变到这边过去坐下车底啊，对不？我知影，现场啊，有打捞到一具年轻女性的尸体啊，今麦正送去海边的病院太平间。恁啊，告别过较认真嘞。这一定不是张志，这是死者身上的衣物，请你确认一下。时阵，紧着赶快摇开。啊，安姐，想袂到，咱两个这么默契。我对咱未来的中红哦，感觉更加有希望啊。姐无关系啦，对不？你讲啊，你讲啊！
为什么惊？为什么惊？花生酱来啊！子安，来，阿哥抱起来。哦，小姑姑拜托，我可没当心。pass。哦，你要确定呢？这个弃权以后就无机会啊哦。啊，可能哦，以后你就会感觉足可惜。姑姑，你头早唔是老公，阿哥难接，我做大哥 pass， 我后悔啊！你刚才起来，你敢要来跟我难调调？要等我，我都袂了去。老公，你起来好不好？等一切结束了，你敢愿意对我主动一次？你的意思是，咱讲好，你别个见面要守个遵守，咱有机会重新开始。你甲我两个人未完待续。安姐，你哪会当安尼就离开我？就算全世界都无祝福啦，我是认定你一个。但你要说，我袂放袂记。安姐，你来那边，卖假手机，你等我，等我所有代志拢做就结束了。我去找你，我是咱的未完待续。我的宝贝怎么给啊？你有啥物冤屈？爸爸拢会，拢会替你好。怎么变成安尼？走回。